欢迎收看亚太区美容展美丽在线数字活动周教学视频。这是一个让你跟潜在客户配对、安排会议交流的平台，或者参加我们的线上活动。这个数字平台可以支持不同类型的设备，请浏览之前确保是一个运行正常且已更新的浏览器。如果您是参观人士，请先在网站www.cosmoprofasia.com 注册，记得使用您个人的公司电邮地址，以便我们的客服日后能为您提供帮助。所有已获确认的登记参观者和参展商都将在10月平台开放前收到一封附有登录信息的专属电邮。打开电邮后，点击您专属的链接马上登录平台，或者您可以使用这个密码登录数字活动周网站，选择作为展商或买家登录即可。现在你已经进入平台的登录页面，首先请您找到这个笑脸来设置您的个人档案。点击 APP 设定，设定您喜欢的系统通知频率和语言。点击我的日程表页面，您可以设置个人所在的时区，系统会按照您选的时区显示活动时间。最后，别忘了设定您方便会面的时间。会议提醒的方式，您可以选择一种方式来收取有关会议的提醒通知。现在我们可以继续了。如何找到您感兴趣的参展商或买家呢？首先点击配对名单页面，就能看到全部展商。利用筛选功能，可以按照展商公司名字及产品快速搜寻。如果您发现任何您感兴趣的公司，只需点击星号收藏或直接发送邀请请求链接。点击会面后，选择与对方的交流方式，一种是在11月8号至16号数字活动周期间进行线上视频会议，另外一种是分享您的基本资料，之后用讯息聊天。记得要留下您的电邮地址或其他联络方式，以便日后对方能够联系到您。想要安排您的会议，点击 Meet 后，再点击我收到的会面邀请。您可以选择接受、拒绝或点击星号收藏，稍后再决定。您也可以查看已确认的会议，如果时间有变化，请更改或取消会议。如何发送讯息呢？即时通讯功能将于11月8号至16号期间启动，届时您可以与已经接受会议邀请的公司进行即时聊天。选择您想开始对话的公司或人，并点击个人资料上的信息按钮去开始聊天。在聊天对话框，您可以传送文件、图片及分享电子名片，但记得要在数字活动周的最后一天11月16号之前把所有的档案都下载备份。接下来怎样进入在线会议室呢？加入在线会议非常简单，您可以通过桌面或手机完成，无需任何额外安装，也不需要外部软件。请记得要在会议开始前确认您使用的设备和浏览器合乎我们系统的要求。如果有需要，您也可以邀请第三方，如同事、翻译等加入会议。点击视频会议，您可以把会议链接分享给最多两人。我们平台的会议室支持即时聊天的同时，也可以进行视频、音频、屏幕共享。在会议结束后，也请您为会议评分和留下您的意见。如果您需要查看仪表盘，先点击我的个人资料中的流量或匹配分析，它将带您进入另一个页面，其中包括有关您的个人资料和一些有关您的档案流量和确定会议的统计数据。
我们数字活动周也为买家和展商安排了丰富的活动，只要点击左手边的时间表之后，就可以看到活动时间表。您可以点击星号收藏您有兴趣的节目，就不怕错过啦。需要帮助的话，请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最后，祝大家配对成功！